什么效果能让我白一点？我有痘痘。对，胖满要直播了，我看到我们聊天室，人越来越多了哈，希望大家给胖满那个推广一下。胖满就是今天开了一整天的那个应该是胖满的第二个画展，就个人画展，在中国西塘。希望大家现在就是把我们这个直播转出去，一会儿胖满来给大家说一下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的事。你们两个别动啊！我现在把这个镜头当成我的镜子，整理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样子。没什么好看的，走了。你们两个赶紧说，跟我回警局去。那个可以把电视机关一下吗？或者给我放个 BGM？ 我要 BGM。有没有 BGM？ 那边。对，感谢哦。现在已经有人了哈，有人了。胖满跟大家说，我现在正在那个中国西塘，就浙江西塘嘉善县的西塘古镇这里。然后呢，我们这几天在这里做那个汉服文化周。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汉服文化周，就是传播汉服的。然后今年是第四届了，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Hello， 我呢？我相信进来的人就是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叫陆林满满。然后是这一次的汉服文化周，就是所有的抠版的还有漫画的那个还有插画的主视觉图都是满满我画的。下午看见我直播了是吗？没有，下午是那个是一个美女梦楠在直播，然后满满就是进入了梦楠的镜头。然后现在是满满自己的直播，然后我准备给大家直播吃盒饭。这几天就是怎么说呢，汉服文化周非常辛苦，而且就是说我们每届汉服文化周都是那个等于就是主办自费和西塘政府自费，而且是不要钱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这汉服文化周哈。然后所以就是经费有限嘛，所以在就是汉服文化周的这几天人比较多，然后志愿者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因为经费有限只能吃盒饭。不过我觉得文化周给的盒饭还蛮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有这个嘿，好大一坨肉肉，胖满的最爱，一大坨肉肉。一会儿我要把这一大坨肉肉一口吃进去。吃对，晚上几点开始？其实没有时间了，就是胖满想给大家直播的时候就会直播，就是现在突然想到，哦，我在吃盒饭，是不是要给大家聊聊天什么的，边吃边聊。对，希望大家把胖满的这个转出去，然后给胖满在这下面点一下小桃心，或者送胖满几个棒棒糖。水上舞台哪？水上舞台今天晚上好像有，应该不是水上舞台吧，应该是在外面那个上面有那个节目，就是如果现在来看胖满直播的有那个西塘汉服文化周的同袍的话，就注意一下我们官方的那个时间表，吃了一粒米进去。对，就是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盒饭的内容，有这个花菜，有花菜，然后这边是那个萝卜炖鸡肉吧，应该是，刚才我吃了一口，好像是鸡肉的样子。对，现在就是看直播的朋友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问胖满哟。哎，那个宣传了吗？卡了吗？等一下，你居然拿个手机流量在看。OK， 希望大家给胖满点点。好，我看到现在看的人也不是很多，我要吃呢，还是不吃呢？还是要吃呢？还是不吃呢？我现在正在纠结。要不，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现在正在看的可以打一个一。因为每次好像直播的时候都有人就是。随手就点进来了，快吃，我不要吃，我不吃怎么着？
是什么菜？哎，我刚才不是在介绍我菜吗？你是才进来的吗？嗯，我再看，我们是准备吃盒饭，吃我们的汉服文化周的这个盒饭。其实这个盒饭还好了，每天都有变化。就是好像昨天吧，我还吃到一大坨鸡腿在这里，好大一坨鸡腿子，鸡腿，然后有些小菜，然后荤素搭配都有嘛。据说是一个就是很牛逼的盒饭师傅，然后起早贪黑的。嗯，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汉服文化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人哈，我说一下。据说昨天统计了一下，有700多个工作人员，700多个，好像就是有700份盒饭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吃盒饭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说，这次工作人员还蛮多的。是不是我要把盒饭酿出来了，我的那个直播室人才多呀？哎，卡了吗？你们看的都卡了吗？你们我们是网卡。是网卡吗？哦，我不知道其他人卡不卡。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刚才说的话。我看到有人在跟我说话。远一点，低一点，然后可以看到盒饭了吧？应该。那个。我还没有拉着，我这挡着的。哇，不要把我桌子弄下去了。这个是这几个是我的那个助理。这几个是我的。不要笑过来，好烦呀、啊。就是我的助理妹子这次非常的给力，他们都在为胖满的那个签售做那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哎，这样不好吧？就是本来我就很胖了，然后还看我在这里像猪一样的吃，然后这样啊啊啊、嗯、算了，摸，嗯，是霹雳首席男主角是谁？霹雳首席男主角是谁？可爱。OK， 对，其实我可以端起来给大家吃，你就像那个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我们蹲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口大口的吃盒饭，蹲在一个地方。对，为什么我要吃盒饭？其实我还是来给我们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打广告的，然后边吃盒饭边打广告，好奇，好，那其实我想看，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看满满的直播，可不可以给满满打一个一，说不定可以抽奖哦，打一好吗？就是看能看直播觉得不卡的就打一，说不定可以抽奖。哦，还是蛮多人的嘛。对，打一有抽奖的，是真的有抽奖的。呵呵，一说的抽奖，好像直播室的人就开始变多了。啊、哦，你们好势利啊！你们怎么这么势利？你们真的好势利啊！OK， 我看到还是蛮多人在给胖满打一，谢谢，我一直端着盒饭在等你们打一。OK， 嗯，对，一会儿我会在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留言评论里面，就是我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多多评论，多多跟胖满互动，就是可以问我。就是任何关于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问满满的一些问题，然后多多跟胖满互动吧。这个互字我老是说不清楚，没有办法，牙齿是漏风的。然后就是说，吃盒饭吃得惯吗？吃得惯呀，其实我还好吧。我最苦的时候就是去西藏。就胖满去西藏旅游过嘛，然后就是吃一些特别糟糕的东西，但也还好。然后还有去国外，其实我最吃不惯的应该是国外的西餐。就是有一次去日本，然后就是那个旅游的地方嘛，那个酒店特意给我们安排了西餐，然后就是有前菜呀，还有什么主食啊，然后汤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好难吃。看胖满穿的一身汉服，当然胖满最喜欢吃的就是中餐啦。OK， 那现在我就是边吃边跟大家聊，所以大家就是想问一下什么中国西塘的问题，可以直接问胖满。嗯，吃一口，嗯，好好吃啊，还可以呀、啊。这个我突然吃到一个这个是笋子。
好好吃的。然后它有点甜，它应该是就是江浙这就是浙江这边的一些菜系吧，然后它是有一点点甜的。汉服的妹子多吗？帅哥多吗？好多，好漂亮的。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我一直就是宣传叫大家看那个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就汉服文化周，就是艾特汉服文化周的那个官网。等一下哈，有人来了，开一下门。然后我就叫他们艾特这个汉服文化周官网，他们一直都有主播在做直播。你都不给我点赞，你还过来？我没有进去。说了一个花菜。我没有进去呀、啊，我吃好饭来看你呀、啊。你今天没有去啊？哎，好可惜啊。西塘文化周今天能搞 WiFi 不？没有 WiFi 呀、啊，而且你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吧？胖满是好。我是好，我全程都是用我自己的4G在给大家做直播，是不是觉得我好好啊？我不知道我4G里面还有多少流量，反正我不管了。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也没管嘛，就出去一直在玩游戏和看视频，我都从来不管我的4G有多少流量的。然后有一次欠费，欠了800多块钱。还好，就是因为我是信誉用户嘛，然后欠费了他也不会停机的。哇，你们看胖满吃饭居然还有140几个人看胖满吃饭，你们是有多无聊啊？你们是有多无聊啊？对，就是我还是来说一下哈，我不知道现在有好多新的人出来了，我现在是在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然后胖满正在这直播我们汉服文化周的盒饭，然后正在边吃边给大家做直播。然后那个旁边有三个我的胖满，就是开画展的助理妹子，就是胖满转过来嘛，直播你自己就好了。不要啊，我这是我的工程呀，我要把他们播出来。穿的美美的，我们这个样子的，谁叫你要把汉服脱掉？那个衣服穿的太难受了。盒饭哪买的？伙食不错，嘿嘿嘿嘿，刚吃完继续看我吃啊，那你就饱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没吃饭的，我这是播给你们看的。对，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那么大一坨的甜咪咪的东坡肉。这是东坡肉，应该是吧？用那个。是的，是东坡肉。用这个，没吃饭呢你就惨了。然后这边就是花菜，东坡肉花菜，然后这个是竹笋和萝卜，还有什么鸡肉，但它都是这个浙江啊这边的菜，它都是有点甜的，但是还好啦。我就是在那个后面是我的四姨，哎。他刚才在看我的直播，他现在上来了。没有人给我点赞了，怎么办？我来给你点。没有人戳桃心了。我想他们给我戳桃心。特意不吃，看你吃。那你能边看着我吃边吃吗？胖满爱吃肉，然后我要把这个主打的肉肉留到一会儿吃。然后我先吃一大口米饭。我也跟他一直播我也看。都有人给我打招呼，来我给你点点。突然感觉盒饭都这么好，你要是吃上一个星期你就不觉得了。我现在吃了第三天了，不过还好了。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我们的那个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的主办经费有限，但是他对我们还是挺好的。就胖满住的酒店呀。
还有我们吃的东西啊都挺好的，没有说是真的吃咸菜加饭的。你可以画胖胖版的，好烦呀，我才不要呢。胖佛粥几天啊？嗯，应该是四天吧，从那个29号一直到11月1号。只要你觉得哦，说到吃饭，其实我有更苦的日子。你这个还好，吃馒头就辣酱嘛。嗯，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会月光，然后到那个最后那几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同样的经历哈。在最后那几天就是泡饭泡面，直接盐辣椒拌饭，盐辣椒拌饭。哦，还有一盒，还有一半，还有第二次啊，还有一盒，你要喝？你们是想撑死我吗？我哪有那么厉害？还有一盒，我哪有厉害？加油！好烦呀，你们真讨厌。这满满给你，还有一盒，疯了，疯了。他们正在看，嗯，是一个花菜，好满足啊。嗯，今天其实我真的好累，从早上8-9点嘛就去那个西园了，就在那个中国西塘的西园，妈妈就开我的第二个画展，然后在那签售，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停，然后他们盒饭送的很慢。嗯，其实我不是怪工作人员哈，因为知道盒饭师傅要做700份的盒饭，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等一直等，因为等到12:30的时候，满满就要去西园的那个教室上自己的那个漫画课，就上自己的漫画课，但是呢。满满，一百不是一个人关注你。我觉得好吵啊！我觉得我这儿都快成什么了、啊？都那么多人。对，就是我。然后12:30的时候盒饭都没有送到，所以满满就去上漫画课了。然后就站在那里，就是给大家讲漫画，站了1.5个小时吧。然后就是一直嘴巴在不停的说话，不停的说话。然后说完出来以后，我本来想去吃盒饭的，你知道吗？突然就有好多宝贝儿找我签售，就是签满满的这个最新的画册，给大家看一下。我居然拿了一本在这里，就是满满的这个。满满，你有对象吗？古风萌萌哒，就是哎，你们看这是反的哈。那么有人问你有没有对象好像？不告诉你，这是秘密。来，来。这是我满满的第一本画集，就是这个汉服，就古风萌萌哒。然后这个画集的最后有我画的很多很多的汉服形象，然后每一个人的那个汉服是什么形制的，我都在下面写了的，就是我的第一本画集，然后里面有我画的汉服文化周的很多工作人员，就是我翻，就这个。这两位好基友放在一起的，这两位好基友是我们汉服文化周安保组的蜻蜓队长和天威，这个是天威，这个是蜻蜓队长啊，谢谢送的熊熊，月熊是什么呀？哈哈，没做过直播不知道，就是好多都是我们汉服文化周的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画到我这本第一本画集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满满。如果在这个西塘汉服文化周的，就是希望来西园看满满。OK， 谢谢。啊，谢谢送的棒棒糖。对，好萌墨染，哎，是不是看到封面，居然知道封面是墨染。小墨染是吧？今天有好多人问我，就是他是谁，是不是狐狸编的？他不是狐狸编的，他是那个满满的漫画《加油鬼七》，就是大家知道的满满连载了好多年的那个《加油鬼七》嘛。他是满满的漫画《加油鬼七》里的一个角色，叫墨染，有很多人都知道他叫墨染。嗯，然后他是那个地府的守门神，
就地府的犬神守门神，本来就是地府应该是三头犬嘛，然后墨染就是他是新被聘用的一个犬神，然后超级萌，然后他的那个正式的形象是一个秋田犬，不我不应该说秋田犬哈，大家会觉得很一个日本像，应该是柴犬吧，就他正式形象是一个柴犬，超级萌的，大家可以关注满满的漫画加入鬼七，说白了就是狗吗？对，就是狗，跟小狗狗，喜欢狗的，喜欢狗的可以，喜欢这个封面的也可以，就是买满满的这本画集哈，是满满的第一个，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满满。哎呦，我吃饭的怎么吃一吃的就开始打广告，那好丢脸啊！吃一吃的就开始打广告，太不要脸了。我继续吃，端起来，我们的剧组盒饭。剧组盒饭，还挺好吃的，我还好，就有些人不习惯吃甜的。其实满满是那个重庆人，就我们一说话，他们就问我是不是四川的，然后我们一说话，我就说我是重庆的，因为现在重庆不是跟四川分开了嘛，但是我觉得都是一家人，还好，因为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差不多的方言。满满，你画的鬼妻，比如小白、小倩，都是按照现实里某一个人画的吗？不是啊，自己想象的，就是我好多人物都是虚拟想象的，不是按照现实的人画的。边通电边看，好样的。就不要，其实我手机也没有多少电了。我看一下，有那么多人看我直播吃饭，我觉得好奇怪啊！昨天晚上我直播那个汉服文化周，就是西塘汉服文化周的文艺晚会给大家看，最多的时候才60几个人，特别不给脸，然后。我现在吃饭居然有150、160、170多个人看，大家想看也不想看节目，看我有什么意思啊？看胖满啊！你看这整个脸就占满了一个屏幕，嘿嘿嘿，粉丝群还是满。西塘好玩吗？好玩。西塘是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古镇。群里刚刚知道的，哈哈哈。昨天其实我也有好像有在群里宣传吧，但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是为了看我来的嘛，看我吃饭来的嘛。记得就是关注满满，或者点给满满戳点小桃心哈，送礼物也可以。好想收到礼物啊。微博看到直播吃饭，对，边吃饭边跟大家聊西塘汉服文化周嘛，因为很难得。可能因为满满一直在说，我不是靠脸吃饭的啊，谢谢。为什么送我那么多男朋友？12、13。为什么送我那么多男朋友？我不要男朋友。因为这几天是刚好是汉服文化周，然后满满然因为接到了上面老大的任务，就是做直播。但是其实我在签售的时候真的很忙，所以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直播，所以现在就是差不多就是忙完了以后，我刚才就说的嘛，我下午一直在签售，然后3点钟才吃到中午饭。然后本来我想抱怨一下，我觉得自己好辛苦啊，我本来想抱怨一下的，但是其实就是反观的想一想嘛。啊，谢谢送的仙女棒棒，好多呀，好开心呀，好开心，谢谢。就是我本来想抱怨一下的，我3点钟才吃饭，但是我想想，其实汉服文化就好多好多工作人员，可能他们都没有吃饭，有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因为很忙。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很好的汉服文化周的整个效果嘛，然后基本上就是晚上2、3点才睡觉，
两三点才睡觉，然后白天就是一整天。我昨天想过了导演有多忙，因为我们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导演一晚上没有睡觉，然后六点半开始就开始叫大家彩排，然后彩排了一遍，已经好像到十点还是十一点了，然后彩排完了以后呢，那个又开始正式的走这个朝代嘉年华的方阵。走朝代嘉年华方阵，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那个我们那个汉服文化周的同袍，有的话可不可以给满满打个一？有没有同袍啊？有没有同袍在正在看满满直播的？有同袍给满满打个一好吗？好像没有同袍，是不是都是满满的粉啊？翻翻卡到牙齿里了，啊，谢谢，谢谢送的这是红人计啥的，有一个呀，对，不知道有没有还有没有那个汉服文化周的同袍，就是还有工作人员什么的都可以给满满打个一。其实我就是想给那个汉服文化周证明，就是满满这一次看到朝代嘉年华的方阵，因为满满在那个方阵里，我是在那个民众方阵里的嘛，我是在民众方阵里，然后带你那个民众方阵走方阵的。然后每一年汉服文化周，就是我们汉服文化周举办的时候，都有那个人在说，就是有一些键盘党，不负责任的键盘党出来说什么。说叫元清方阵滚出那个汉服文化周，然后如果有元清方阵就不来汉服文化周了。我觉得真的很傻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做的是朝代嘉年华，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方阵都应该在，元清方阵也是我们中国的朝代。我不是说哦，我是很喜欢元朝或者很喜欢清朝，并没有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知道这两个朝代就是有一点点异，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既然做的是朝代嘉年华，就应该唐宋元明清全部方阵都在我们这个朝代嘉年华的方阵里面。所以满满要为汉服文化周证明。第二点是，真正你们后面看到的元清的方阵其实真的很神奇，就是说元代的方阵并不是说有人穿着元朝的衣服去走这个方阵，因为没见过汉服文化周的人都会说哦，你穿着元朝的衣服去走方阵什么的，并没有，其实他们只是展示了元朝的一些文物之类的东西，就是元方阵，经济文化的一些东西，就是元朝的经济文化的东西，这是元方阵。然后清方阵就更好玩了，清方阵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黄飞鸿舞狮没有，黄飞鸿舞狮就是说清方阵他们就是汉服文化周其实做的非常的好，就是他找了舞狮队，就让我们整个文化周的这个方阵走秀，对，西塘的传统舞狮是把西塘的传统舞狮加入到里面，变成了清方阵。因为清朝的时候舞狮也是一个文化嘛，然后就是并没有说有人穿着那个旗服，就是或者是清朝的服饰去走方阵，对吧？所以就是说没有看过汉服文化周的人真的是不懂我们的这个是就是朝代嘉年华是怎么走的。所以满满在真正看过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些键盘党很不负责，就是说自己没有真真正正看过汉服文化周的视频，就在那瞎说什么元清方阵滚出什么的，根本没有必要。就是说哎，很厉害的样子。没有，我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就我来划一划。饿了就吃，马上吃。吃饭饭。好的，谢谢大家送的那个小桃心，就小桃心和那个赞赞呀，这样飞，让它飞起来。好，我看了大家的留言了哈。对，好像元清没有汉人，说的好像真的不喜欢的这些键盘党，我每次都特别讨厌他们。但是，因为那个满满不想和他们撕嘛，我觉得去撕逼是一个怎么说呢？去撕逼是个人喜好问题吧。有些人他就喜欢去跟别人吵架，但是满满不喜欢。但是我在这里做直播就是为了给汉服文化周证明啊！谢谢。
谢谢哇，送了好多小礼物给妈妈，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哈。我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证明，所以我希望如果明年我们还有一届汉服文化周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来西塘，真正看看我们这个朝代嘉年华方阵的走秀，每年一次，一期一会，非常难得。打的这个硬直的广告，我说满满打广告，从来不软直，就从来不打软广，我是真的硬直。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汉服文化周嘛，边吃饭边说，对，一定要去满满的签售。谢谢谢谢大家送的礼物。那么现在我要就又开始吃我的盒饭了。我们聊天室现在居然有200多个人了，好多人啊，谢谢。不要觉得满满是故意装的，它很好吃的呀，是因为我真的好饿，我今天真的好累好累。然后虽然累，我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满满来我们东北溜达溜达，我去过东北，我去过抚顺，然后去洗了一个澡。对，那不认识。哦，我还去过大连呀，我都忘了。我去洗了一个澡，我洗的那个抚顺的那个啥呀，那个泡着的那个啥。温泉啊？不是温泉，它是就是洗桑拿吧，挺有名的，说他们的洗浴超，东北的洗浴超级有名。来江西啊，江西是个好地方啊，我准备吃这坨大肉肉了，准备吃它了。大家现在可以截图，啊，摆个 pose 给你们截图。满满准备吃大肉肉了，是不是很帅？啊，一口。等一下哈，我还是觉得不要这么不淑女，毕竟我穿着汉服，一口吃了。哎呀天哪，你们哎可以去那个我们汉服文化周的那个群里宣传一下。我其实我挺想看到同袍的。哪一天？汉服文化周的那个什么工作群，是吗？应该是吧。我知道那工作群。我准备吃了哈啊！其实我嘴巴很小。啊，对，工作群。那已经200多个人了。嗯。250的吗？我记得好像昨天看的时候。嗯，反正没男人在意。嗯。你们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的？不要太萌了。好甜呐、啊，好甜，美丽的。胖胖的，胖胖。还有个盒饭的呢。我生无可恋了。我生无可恋了，还有第二份盒饭。满满。吃盒饭，吃了一盒又一盒饭，我要不要把整个盒饭这样吐？好烦啊，这些人！你是我助理吗？你们这些落井下石的家伙！你们这些落井下石的家伙！不用担心，我们还是爱你的。那，微胖女神金，就是我。我这个人甩到唐代，请把我甩回唐代啊！不要，我觉得唐代没有电脑啊。你胖了又美，其实我无所谓了，因为，怎么说呢？有一次我就是哦，就是昨天吧，哦前天我做的那个化妆的直播嘛，我已经让大家看到我的大脸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大脸。脸就是那么大，怎么样？我占了半个屏幕，没电脑，没漫画看，可以在手机 APP 上看呀。谢谢。对呀、啊，光看美女不给礼物，请给满满一点小礼物好不好？那么多人看，给满满一点小礼物吧。满满好辛苦的，满满在看，在西塘开自己的个人画展。谢谢哦，仙女棒，仙女棒是什么？
我这没有多做过直播，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些礼物是什么。小白，你分享了吗？分享了。嗯、分享了什么？我分享完了。问题在于没有钱哦，重重算。没有关系，看直播是免费的。对，这直播吃饭都有那么多人看。现在要是大家还在看满满哥的直播的话，搓搓搓，今天满满点那个小桃心和那个大拇指，大拇指和小桃心，穷穷的学生党没有关系啊，呵呵。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满满就是连载的漫画那个《家有鬼妻》嘛，《家有鬼妻》一直是免费的，满满连载了好像快第四个年头了吧。第四个年头了，然后很多人问我满满为什么不把它接尾，然后为什么不玩？其实没有，因为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观，它是要说很多事的，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有故事。当然就是可能有好多人在催更嘛，说满满已经有好多天没有更新了，因为我现在正在西塘汉服文化周办自己的个人画展呀，我真的好忙好忙。所以我希望我能弥补大家，就是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家有鬼妻的那个粉丝哈，有家有鬼妻的粉丝点这样吧，写满满，写满满，对，打一的和写满满的一会儿都会抽奖的，写满满好不好？写一个满满满满，家有鬼妻的粉丝写满满满满满满，我要看大家刷满满，刷满满，打一不行，刷满满刷满满。抽截图吗？对，一会儿截图，一会儿截图，一会儿截图。那你现在截个图吧。看回播。对，我叫小白截一个图。现在截，对。还有刷起来，刷起来，刷满满，刷满满，刷满满，要截图了，截图了，截图了，快去刷刷刷，刷满满抽奖，刷满满抽奖。哎，我的卡了，不行，我这没出来，我这卡。快点，快点，快！是我卡了吧？应该是我卡。你这出来了。他们刷了好多。那好吧，我来点兵点将吧，点点点点点，自己点吧。啊，我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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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我就说，啊，你自己点一个。对，好好好，就他。就蔡小旭。就那个。蔡小旭。好，我记一下。对，记一下蔡小旭。蔡小旭，恭喜你！你中了满满的一个小福袋，恭喜恭喜恭喜！蔡小旭中了满满的一个小福袋，哈哈哈哈 ！OK， 喵喵了一下，好，谢谢大家。就是说，《家有鬼妻》我连载了好多年，对，可以跟大家聊哈。然后，因为故事观很大，所以我要慢慢的画。而且画画它不比得写小说，它其实是很难的。满满呀、啊，好伤心啊！可是没中奖，伤心了。在看嘛呀？没事，我记一下。我直接点他的名字，然后用。我还留了一块肉肉，知道了。一会儿一口吃给大家看。我这都没出来，所以我刚看一下。对，现在有那么多人看满满直播。记得给妈妈送礼物啊！什么肉啊？就是刚才介绍的呀，东坡肉，一大坨，用那个竹叶、荷叶，呵呵，像粽子一样包着的大东坡肉，特别甜，超级甜，就感觉是糖水泡出来的一样。你看我这个肉，我也刚才卡着，然后我现在特别饿，所以我在吃饭吧。然后一口一口的吃白米饭吧。但是画面一直在动。没有作业就来看妈妈。明天老师问为什么不写作业，为什么不写作业？没吃管。为什么不喝水？我的水呢？水。前面那几天没喝过的水，没喝过的水基本都是你的。对。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看哈，然后我又要开始印制了，印打广告，就是我在给那个西塘汉服文化周这边显示的是灵光中国
浙江嘉善市，哦，不，嘉善县西塘古镇，满满在这里开自己的漫画中国风满满的第二个画展，第二次的画展。去年也是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在西塘古镇的西园里开满满的画展。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这里有汉服同袍的话，希望明天来西园看满满。来西园，而且来西园就是到，就是真正到西园的这些关注满满的都可以得到一个小礼物，然后来西园直接领。是不是觉得没来特别可惜？就满满还是挺大方的，一直在送礼物。满满好啊。对，还有40分钟，我不知道一会儿就是官方那边有没有什么安排。就如果官方有什么安排的话，满满就准备飞过去了。哎，我要不要把这头肉肉吃了？那还有点多呢，你可以吃了。我不要，讨厌你们。吃了我就变得更胖了。不会，今天消耗那么多。我已经满满爱吃肉，然后满满已经变得更胖了。吃肉肉。水果应该也是多两个人。哦，还有水果。加油！我眼睛一亮。不要，我觉得。这个水果我不能吃啊，这个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水果吗？banana。 banana。 我在这直播吃 banana 好烦呀，你们好烦呀，你们这讨厌，不给你们看我吃 banana。 然后这里有坨肉肉，对，可以截屏了，胖满正在吃肉，对，大家可以截屏，胖满准备吃肉了，多吃点，好累啊，多吃一点好吧，我准备一口吃了哈，准备5 4 3 2 1，让大家截屏，截屏了也不好看，截屏了也不可能把我修成女神，人就长得那么丑，没有办法。不过我不知道你们那看的我清不清楚啊，是不是我自己看着挺清楚的，但估计大家看直播的应该准备中哈。准备一口吃掉，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哎，我眼睛在往哪瞅啊？对，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关注汉服文化周官网。然后满满为了汉服文化周，吃了盒饭里面一大坨东坡肉肉，一口闷。好，干杯！啊，嗯。卡在这个侧脸，我都不动，他都自己截屏了。怎么卡？哦，关注满满，现在说不出话来了。哼哼哼哼哼，我要噎死了！你想他们好坏呀、啊？他们已经准备了第二份盒饭在这里。你录屏幕了，天哪，这是黑历史啊！你居然录屏幕了，一定要吃掉，都是我们的爱。我要喝水。上面跟超款，其实还是第三盒。为汉服文化周干杯！干杯！不，我在这打一个马赛克。我刚刚也吃了一块肉，你饭菜啥菜都被我吃了，但那菜花被我扔了，我觉得菜花好难吃的。我从来没有在视频里看过我自己吃饭，我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去照镜子，所以我不知道我吃饭是什么样子。我今天才知道，我原来我吃饭是这个样子。好萌啊！谁说我好萌啊？哎，好大一坨肉啊！我终于把它吃下去了。然后再，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说。